来来来来哈，来了来了来了，我就上了个厕所而已，sorry，我就上了个厕所，对，跑上跑下的，然后又收拾东西，你们要体谅一下我，要体谅一下我。对，我跑上跑下的，然后收拾桌面，顺便去上了个厕所。对的，就是这么无聊。不是，哎，我宝贝儿们，我跟你们说，我刚才就是一直在质疑你们，你们说我手上这个颜色好看。然后我上完后，我是觉得就是挺一般般的，觉得也就这样子啊哦。你们知道，就是我有一点点的散光，然后就是你们跟我说好看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半信半疑的。但是，对，但是来了，但是来了，就是我自己去那个，我刚刚去收拾东西以后，无意间看我的手指。看我的手指，然后又看了，在灯光下整体下面的效果，好漂亮啊！天呐，我明天回来，我明天就不用明天回来了，我明天就抽个时间把那个我左手也上了，我应该相信你们的。怎么没声音？现在不是吗？Hello，Hello，hello？ 有声音，怎么没有？我都说了，我还以为我的监听设备有问题。不是，我刚才说，就是。我晚上啊，有一点点的散光，所以就是视力嘛，有时候看东西还有颜色的话都没有那么准确。然后我刚才上指甲颜色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个颜色，你们说好看，知道吧？然后我就说好啊，好看吗？也就一般般呀。然后。我真的觉得没有怎么好看，然后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好看哦，然后我就上了一层，我就封城了，然后收拾东西上来，然后我无意间就在我房间里面的灯光下面看到我的手，就是这个颜色，绝美，炫彩偏光镭射系的，带紫色调的，Vidinin 的。这个颜色，哇，偏光，哦，这个太好看了，我现在有点爱不释手。我明天早上起来就把就是右手也给上了，
哇，我现在这左手，我真的是爱不释手。哎，我就是不应该质疑你们的，对不起，对不起啊，真的，你们跟我说好看的时候，我真的居然质疑你们。什么？你看到小狗上了热搜，特地来安慰我？哎，没有，就是 EDG， 谁都能赢，但是 EDG 谁都能输。我现在，已经看开了。我现在就是等一个结果，等什么结果呢？就是我家小狗明年还会不会打？因为它满打满算付出才两个多月。如果说是它能长时间的打游戏，然后长时间的能比赛的话，它的状态是能回来的。但是他今年付出满打满算，真的就两个月，什么可能又要退役了。明年27了，这个有时候也由不得他，年纪大了呀。他不是说是20出头，然后说啊我再拼一拼，现在就是快要27了，这个不是他想或者是一厢情愿就能完成的事儿，知道吧？队友应该不是他。首先的话，我是很感谢 EDG 让他付出的，但是我这么说吧，我一直都觉得他跟 EDG 不太搭。这个不是说他那个，真的他风格的东西啊，他风格的东西并不是说他要改变，因为他打比赛打了这么久，他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你让他去别的团队以后的话，适应别人的打法其实很辛苦的，而且并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给他磨合。你自己想想看，那本来就是最后就是都快要打季后赛了，他才复出去 EDG 那边，是属于救场那块的。其实复出以后打得也不错，也并没有说是就出然后复出就一直拉胯，是不是？我只能说，因为他是那一种就是打法比较冲击或者是比较偏激的那种类型的，他不太适合那种要运营然后让他苟着来打的那种。然后他跟Miko 说实在的，他跟 Miko 虽然说认识很多年，但是他跟Miko 的那个默契远远没有史森明他们来的那么熟练。因为说实在的，史孙明跟他搭配这么久，是属于他那种他不说话都知道他要干什么的那种。然后你就会看 EDG 的比赛，就会发现他们下路经常会脱节。什么叫脱节呢？就是 AD 想打辅助不上，或者是交流又会有一两秒的滞后，要么就是辅助想打AD 没有意识到他想打，回过头来辅助死了，就葫芦娃救爷爷。对啊，就是小狗他们是这种情况的。你看得出来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的年龄跟操作没有恢复状态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他不参与指挥或者是不跟指挥这块这类的话，他是不适应的。所以就是今年打不好，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并没有多大的难受，但是也不会说他今年打得不好，那今年很多名场面都有，还是敢打敢拼。但是我只能说 EDG 的风格确实不太适合他。但 EDG 是需要那种就稳健然后又不冲动的那种
那种 AD， 就是无功无过的那种，因为 EDG 会比较偏运营，但是 EDG 的教练组一般般，你知道吗？就是 EDG 的教练组，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给他们好好的复盘都做什么的，因为我以前不看 EDG 的比赛，我们家小狗去了以后我才看，但是我会发现 EDG 这个队这个视野，你说是按道理说你是做你的打法是偏运营的，你打法偏运营的情况下面的话，应该是属于那种视野掌控力很强的那一种，知道吗？很强的那种。但是他们的那个视野真的是做的稀巴烂。然后我看他们打 LNG， 就是懂吧？打强队经常会犯一些不该犯的错。对，你知道吧，打强队你一个小失误就会被别人滚大。你看像我看 LNG 第三场 Miko 的日女失误了一波，我就知道这个游戏要完了。为什么？因为别人都知道要拥抱你下路，你就没有话讲。我是希望他再打个一两年，就是打不动的位置。你现在并不是说状态不好，他是需要更多的一个，你如果说是他从春季赛就开始打，他不可能是现在这种状态的，也不可能是现在这种情况，所以他还需要更多的一个训练赛比赛这些来什么。完全听不懂，就是我们家小狗啊 ，UZI， 今年他的队没进世界赛，然后他把流量又大，名气又大，一输比赛，热搜不用讲，肯定在高挂在上面，我都没有去看比赛，输就输啦，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讲的，因为今年他的表现对于一个刚复出两个月都不到的人来说，已经我给的是满分的，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给他，就是起码要一个赛季的时间来让他就是再动一下，他不坑我就觉得很厉害了，是不是？其实看了比赛以后就是你不能说他空，但是你也不能说队友坑，就是大家都一般般，就一般般的情况下那就输了呗，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来给饺子说一下那个，饺子说一下，饺子你还在吧？哦，我来跟你说一下怎么做那个WPS， 不是用来做 WPS 也好，或者是做那个。思维导图，思维导图啊，你可以用那个意图的，也可以用那个，但是如果说是用意图的话，你不开会员的话，就是它会有那个限制。什么叫限制呢？就是它会那个主题它会限制你，因为它超过100个这种小框框，100个这种小框框，它就不太行，就是你要会员才能做加载或者是保存。那我教你怎么做思维导图啊，我怎么做思维导图，你到时候你可以下载这个思维导，其实思维导图跟意图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它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啊，你看一下，我在这里就点击右键新建一个，就是 My Master 这个是思维导图，然后新建一个的话，你看啊。我一般就比如说像现在我写的这本书，我大概我就是我现在暂时起的名字是东林西社，因为我写的是东方不败跟西门吹雪的一个同人，然后我是有几个章节，然后第一个话是我有一个秘密，然后我第二个故事的话应该是会讲到花满楼。因为我这里的一个 CP 的话，一个是西门吹雪，一个是东方不败，还有一个是花满楼跟夜孤城。对，然后我第二个故事应该是
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线的贯穿的话会有陆小凤，但是整个故事线的一个贯穿的话也会有就是就是东方不败的他的一个穿插，但是他会有主妇嘛，都会有配嘛。我这个故事的话他我写的是悬疑，是悬疑。那悬疑是那个饺子你看一下哦。你看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我现在有个悬疑的，就比如说现在我的一个小章节就是我有一个秘密，对，你看这样子的话你这里的话就可以按一个回车键，它就你点住它按这个回车键它就有那个主题了，你看它就这样子是不是主题，你就可以选一下它这里有那些布局，其实很简单，慢慢研究一下就可以了，慢慢研究一下就可以了。分支，对，我会比较喜欢这种，我就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方方块。什么屏幕不动？哦哦哦哦，说错了说错了，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这个好像弄错了，我去开桌面。窗口，待会我再加载桌面显示屏捕捉。哎，不对啊。然后等一下我再加个窗口桌面。哎，我在这里面操作的话是看得见吗？我看一下。还是不行。然后我再改一下。然后等一下啊，没道理说不给啊。来，这个就是新建的啊，新建的部分。我看一下有没有窗口，等一下。这个好像一关下来它也不行，算了。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怎么把那个窗桌面给弄上来。我在教那个饺子，等一下啊，它窗口怎么回事呢？在阿 B 这里一升了以后，我看一下显示器，也不对啊，你看这个会一直弹，我看一下，我再找一下，等一下啊。他怎么突然间就一搞我就搞不动那个。行了，就这样子了。你看一下啊，就是我是新建的啊，这个是新建的一个。新建的一个窗口。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是意图，这是意图，其实你下载思维导图也可以啊。你下载思维导图也可以，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因为我现在暂时起的名字是东林西社，然后我还没有彻底就是决定它到底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的第一个它会分章节，我第一个的话是我有一个秘密，就是我这里的话它会分章节，就我这里的是一个是东方不败跟西门吹雪的一个同人文，他们两个是主 CP， 都副 CP 的话还有一个原创人物就是书叶跟陆小凤的，还有一个是画满楼跟那个叶孤城的，然后的话我的这个是一个悬疑小说。悬疑小说，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然后我这边是新建的一个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主题，就是我的一个东林西社，我是这样子，你用鼠标点住它，
点住它以后你按个回车键确定一下，它就会点的，它就会有主题的。其实你这个慢慢研究一下它那个分支线你就知道了，其实很容易的。然后一点一点，然后你看一下这里，然后它我喜欢这种嘛，我喜欢方方框框的。然后你比如说我这里有个是我的第一个章，它是一卷一卷的嘛，哦，我这里有我有一个秘密，对，然后你这样子的话，你再按那个回车键，你再按回车键，然后你再按回车键，有怎么会没有声音呢？你再按回车键，它就有那个。按 Ctrl 就是CTRL 这个键 Ctrl 跟加一个回车，它就是有个子主题。你要是不想用那你不会用那个快捷的，你点，然后它这里有个子主题在前面这里，你点也一样的，它这里有个子主题和多个主题是这样子。然后你看我这边我是习惯性的。我是习惯性的拉大，就是会把事情的故事经过都会写清楚，就比如说像故事背景是怎样的，故事背景是怎样，然后还有这个故事的一个由来，然后参与的人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发生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发生案子嘛，死的是谁，死的人的身份，然后他的关系，他的死法，或者是就是你看我都会有写他的关系啊，然后他们之间死者跟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是连环嘛，然后他我就编还会写凶手是谁，然后帮凶啊又是什么背景下面的啊，然后是谁来查这个案子，然后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为什么会他会穿插在个故事里面的，然后还有谁在穿插这个故事线，然后基本上是就这个样子，大概的一个框架立马就出来了。所以你在补文字的时候，他你只要是斟酌，你只要斟酌怎么写就可以了。而且其实写这些的时候要就是多考究一下一些背景，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写的是写的时候，因为陆小凤他们那个是虚拟王朝，是属于大庆嘛，其实把那个时间给背对过来的时候是属于一个叫什么说明朝的那个时间，然后那个你看我这个故事的一个大纲大概是这个样子，以后的话我就很容易那个出故事框架了。你看什么故事框架呢，就是你看我就很容易出故事框架，然后我就可以补文字了以后的话，我这边就会做很多的一个拷贝工作，我就会做一些拷贝工作。做什么拷贝工作呢，就是我的背景的时候的话是哪里，他怎么会他会有哪里，就比如说像我写陆小凤，其实陆小凤他这个朝代他是虚拟的嘛，但是如果说真认真考究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明朝时候的。那明朝的时候的话，我这边的故事我是发生在哪里的时候的话，他是会有一定的故事背景的。就比如说我这边我写的那个故事背景是在永乐年间以后的话，它就会是在哪里啊，为什么是这里，你看我就会跟你讲我为什么会选的是金华府的那个浦江县为什么是这里。然后因为它那个浦江县它是在那个南明的时候，它大世纪的时候的话，它这边是会有一个，因为你要知道明朝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南直隶跟北直隶，对他的朝廷背景是怎样的，你其实对就是找这些对你也有帮助的，你是要先找这些背景完了以后你才会写得很顺畅，不然的话你写什么你都得还得再找。然后我这边的话是那个这个案子的发生的一个地点是在金华府，说白了就是其实就是那个金华市跟绍兴，就是金华市这边
金华府。那为什么是选择的是那个浦江县？我选的浦江县是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里面它有个死者，它有个死者是一个书院的院长，是属于士族，对吧？就是士族，就是我们所谓的寒门子弟的一个情况，然后它会涉及到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实际朝代，但是更多的时间我会投入是在江湖。但是你要把逻辑给圆满完的话，那你故事的一个背景，你的背景就要圆满，还有一个就是你定义的地方也要圆满之类的，然后基本上就你就可以这样子写了。哎，饺子还在吗？别告诉我现在你人懵了哈。然后的话，你看 WPS 它这里的话，它有个视图，你就直接写作模式这里就可以了。对，你写作模式这里就可以了。对，就其实并不难，不难。仙侠的话就不用啊，仙侠的话你就自己虚拟就行了。但是仙侠的那个虚构的那个世界框架的话，你一定要把世界的那个事件背景，就是这个朝代或者是仙侠的那个背景框架，你一定要把的。就是先把框架的定义全部都大意出来，不然的话你写不下去的。不然你是写不下去的。然后什么的。什么阿姐还写二创啊。我那个这个是第一次写，但是经常卖大纲。对，我经常卖大纲。这个之前也有写，但是的话就是卖出去了，知道不？卖出去了，就你说白了也有点像打手那种感觉，卖出去了，不然你以为钱好赚呢、啊？对，就是你们摸鱼看手机，我摸鱼在打字，我是这样子，我不会放过任何就是空闲时间。对，然后基本上我忙完的时候的话，我就松口气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只是想做什么，好想看成品。哎，我不太写那种什么脑残的这种东西，或者是也不是纯肉的那种，我喜欢有故事线，还有一个有逻辑的东西，所以的话我比较喜欢写一点悬疑，然后或者是哪怕是有别的故事背景线的时候也会有，我跟你们说我这边是写完以后，我给我自己准备了差不多十四个故事，十四本书，我给自己准备了框架。这边我基本上快拿捏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是我这边的工作完成了以后的话，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啊，我并不想停下来，我就会把那些书给写完，我把它给写完。然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剑山这边十四个门派，我就会有十四个故事，我就会有十四个故事，每一个门派都有一定的故事。然后我这本完了以后的话，这本完了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这个吧，我这个搞完了以后的话，我还会再写我第二本的话，就会写的是剑山的纯阳，对啊，剑山的一个纯阳的一个门派。对，已经是框架已经做好了，框架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什么剑三的同人看了很多，看过不少，有很多，但是真正写的非常好的，蛮少的。但是我也有看过他们写的很好的那些，我剑三的同人我也没少看，我也很少看，我也经常看的。对啊，你看你用不推荐软件，不推荐码字软件，我推荐的是 Office 或者是 WPS。因为如果说是用那个软件的话，很容易丢稿。对，一般借一个就是一个设定，对啊。你们就是真的，如果有人码字，我是不推荐用 APP 用那些软件码字的，是我比较推荐的是 Office， 就 Office 的 Word 或者是 WPS， 我是比较推荐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能保持原稿，也不会丢失，也不会丢失稿，所以我基本上码字精灵是好，但是我不太喜欢，我喜欢 WPS， 因为 WPS 的界面很简单。
然后我只要点写作模式以后的话，我只要做我章节做章节分类就可以了。对啊，然后我大概一张的字都是这个样子，要捋顺完。对啊，而且用 WPS 的话，用就是章节你是可以命名，你是可以做的呀。你看是不是？又不是说啊，我一定要连着是怎样的？你新创章节它就单独独立一张出来了呀。对啊，其实今晚上本来是想做完以后，我把第五章给写了，因为最近有点忙了，以后的话又有点搁置，又有点搁置，懂吧？就又有点搁置。其实我这边都是现在去填，去填稿而已。不是啊，我有时候就觉得，有时候你们做文职类型的工作或者其他类型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是真的挺那个什么的，有时候很闲的，为什么不给自己找点事做呢？我一般就是摸鱼的时候，要么就会多看点书什么的，给自己找灵感，找逻辑，要么就是码码字，然后工作的时候就工作，然后怎样的，那他会多好几份收入啊。嘛，他就会多好几份收入。不是你们从来就没想过，就说摸鱼的时候干点事儿吗？哎，你们过分了哈！然后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真的好卷？就突然间觉得我这个人就没就是不想爱了，是不是？太卷了。干嘛就？好了，我知道了。哎，真的是，就这么一问，个个都给我跑了。就我这种人太烦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这种人真的好烦，是不是？是不是？我是觉得搞钱的方式就挺多的，是不是？就没有一也有二，没有二就有三就有四。对啊，要是不上班就去搞美甲，搞了美甲以后的话，美甲赚的钱不够多，再去想点在美甲基础上面再搞点别的，搞点别的以后的话，再搞点其他的。我也没有吝啬教你们东西呀，你们要我教什么，我也没有说不教，你们怎么没问？是不是？你看我连大纲都教你们怎么写了，那还想怎样嘛？是不是？是不是就差我代笔了？真的过分了你们哈！对啊，阿姐，你没把手给我，这就过分了啊！哎，我缺的是卷毛，我缺的是你的手。你想躺平挺躺，那你工资高嘞？可以缩缩小怎么？就我现在我唉。我昨天直播的时候我说过 N 遍了，还有上次直播的时候我也说过 N 遍了，都说到汤放假了，汤放假了，汤放假上哪知道去啊，宝妈，我上哪知道他去没去新疆啊？阿姐是件套跟窗帘，哎，算了，赚钱的方式千千万，我不喜欢割自己人，是件套的成本又能去到多少？哎。是不是？那真卖给你们了，以后又不赚什么钱，又赚不了什么大钱，就是又累，是不是？还要设计版图，然后去找厂家，厂家完了以后，因为是卖给你们的，一定要找好一点的，找好一点以后的话，要卖给你们的时候又不可能卖贵，那就会赚一点，就是辛苦费，再赚点那个，然后你们定价的时候，你们再把那个邮费给包上类型了以后，也不赚什么钱，给真的那卖给你们个一两万套。一两万套，两三万套，能赚什么钱哦？一个月的工资，还四件套？你怎么不想着真正去给你卖内裤？对啊，他卖的荧光内裤。什么？你妈回来以后，我就搞个100套线。没有，我现在是不是很渴望你妈回来以后的话，我就可以一个月播个一两次。对啊，他只要回来，我真的很想摆烂。四件套还要设计版，就是设计尺寸，
版图，然后去打样，然后的话又不能用，又不能是就是材料又不能又不好，知道吧？材料不能不好，然后的话，然后那你说实在的，那个布料这边除了丝绸跟真丝跟冰丝这边的那个布价贵，对吧？那涤纶这些那个面料值什么钱呢、啊？也不值什么钱。难不成我给你们做个世界套，我还要用真丝或者是丝绸来做啊？是不是？那我肯定是要那个要纯棉啊那种啊，或者是纯棉再加一点纤维素，纤维下去的时候，就是用好一点的那个布料来给你们做啊。那用好一点的布料给你们做，它也不贵，知道不？它也不贵。那不贵的时候的话，一个四件套顶了天的给你卖个百来块钱。那我再给你们收个运费啊，再加个十块钱或者是十块八块的一个运费，我顶多一套顶多也就卖一个就是多少啊，就一百多块钱。一百五都算差不多的那种，那是不是卖给你们的时候的话，我成本又不怎么贵的一个情况下面，我又不可能说我翻个几倍来收来割你们韭菜，来我顶多就赚我辛苦费，就设计板块跟跑腿的那个费加起来，妈呀，卖你们这么多，我还不抵一个月的工资，我何必？是吧？四件套贵的好几千，好，哎。你除非是真的用丝绸那种类型的来做，懂不懂？那个成本价是真不贵，宝贝们，懂吧？对你这164块钱能赚什么钱的？我就问你，你总不能一个成本价可能就个80块钱的一个成本价，我翻一倍我赚个16164是吧？然后再从中间刨去一个人工成本，刨去这些成本类型以后，你的设计跟我的一些发货啊什么七七八八的，还要维护售后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赚你那一倍的钱做什么？那我总不能80多块钱的一个成本，我卖1640块钱给你们吧？我还是人吗？我不是，你们不想我当人，我还是想做人的好不好？做人挺好的。我还是觉得做人挺好的，你们老是不想我做人，就是为什么会我就觉得我们直播间人真的很奇怪，伸头给我割的，对吧？伸着头过来给我割的，哎，你还不如送我几朵玫瑰呢，真的是。对啊，我们直播间人是这样子的，老是想让我割韭菜，不是这个割，就是那个割，妈的，那个什么。销售方案都给我想好了，你们这帮人就离谱，我就不干。哎，真的是薄利多销是吧？那薄利多销的时候，我还不如去搞出口嘞，是不是？我出口一次，那一个柜子两三万套，一个柜子就搞定了。哎呦，真的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就我就觉得就你们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母他们呐、啊，我就想到了母他们，懂不？我就想到母他们，我虽然说也有时候也不是很想谈他们，但是耐不住包，他有时候经常在直播间，就是经常在群里面说。懂吗？就是他也会发一些的，那你看，就像那个贱人，那个贱人发那个专辑，就是同就是那种泄露过那种啊，还要顺便有一些还不是你妈的那些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就同一个东西割个五六次都能割到的那种，母他们呐、啊、都能割到那种，我有时候也挺同情的。就是那个智商就被按在地上那个摩擦的那种，知道不？就按在地上摩擦的那种。就是你自己想想看、啊，有什么演唱会也是用这个来捞，专辑也用这个捞，什么 VCD， 到时候你信不信？你什么演唱会什么 CD 那种都来，你信不信？就那种，我你看那个专辑，哎，
我说实在，能让我花钱的人真的很少。你看我们家花花的那个专辑，我们家花花专辑是209块钱，做的多好，你们买过的都知道，我们家花花的歌都自己写的，就是东西又很有诚意，卖的还不如张三间的贵。张三间的所有的歌的音源都是那种漏电音源，还不是正规录音室的，就是那种，我就想着我反正我是昧不了良心赚这种钱，知道吧？就是，当然了，你们也不会愿意做母，你们也不做母，我也不愿意做这种钱赚这种钱，所以我们能聊得来。那人家母就是伸头过去给人家割，人家这种没良心的就割的那种，我看人家也是玩的一块的。我能玩一块的那种，你看到没有？那个专辑发不出货的那个背书，人家都马上背好了，他们这些猛的去买，我就看到时候就是希望他们能收到东西吧，起码不会失望，是不是？你身边的一个海泽姐姐被拉进群心了，那就洗呗，洗就洗呗。我是觉得这年头。口袋里面的钱一分不少的情况下面，怎么洗都我怎么就是我算他厉害，但是这个钱一旦花了以后的话，我只能说活该，好吧？就每次都不是很想说。对啊，就是刚买完以后的话就吹，哎，我跟你们讲，他们买那个专辑的那个思路。他们第一天出来的时候包找我的时候，我已经给包写了一段留言，就是精准完美的剧本。然后你们问包包，下次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们就问包包了，是不是跟我说的话一模一样？你们知道为什么能那么轻易的让他们那些人去买那个烂专辑吗？那是因为潮牌跟那个碎茶。是你看到那个衣服，我拖地我都不会用的那种，懂吗？我就是我拖地啊，我都要用海绵，那个我拖地都不会用的那种布料，那个就是工人那种工地里面就会用他们那种的。那个潮牌，它最便宜都卖到899，是不是？最便宜它都卖到899，它那些茶叶什么都是上千一套的那种。好几百一套那种，那你如果说长期逼着你买的是1000多、1000上下左右的东西，你突然间来了个200多的东西，你是不是会觉得消费有落差感？然后是不是就可以说了？是不是那些大粉就可以说衣服你买不起，那也就算了，就是那个茶你不买也就算了，毕竟贵。那现在专辑来了，才200多块钱。你怎么可以不买呢？但是他们就是这么一说，是不是完全被 PUA 了？是不是完全被 PUA 了？现在，因为对呀，差不多1000块钱的衣服，然后那种茶叶啊什么之类的，哎，5分钟，哎，我不是同意了吗？你干嘛要挂？哦，他说他那边网络不好。对，他那个，你自己想想看，他那个是不是5分钟？他是不是那个消费习惯？我都说了，现在母他们那边是完美的，按照我的剧本来走了。我上次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跟包说了一模一样，是不是？你可快少说两句吧！真的，这补丁也是照着你的剧本打的。没事啊，就现在又不是洗我们，我都无所谓了，那母都心甘情愿呢，那不是吗？你是想按照常规的心理学来说，你一直处于被逼着买1000多、800多的那个东西，最便宜都800多的东西，以后的话突然间来了个200多的东西，你是不是感觉像花个1-2块钱？啊，对，这对啊，这个就是心理学啊，对啊，消费落差。对啊，消费落差嘛，你长期被在一个被逼客的一个情况下面，然后是不是人家就有借口说了？是不是？你看他们催客的那个话术，你问包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就是衣服买不起就算了，茶叶买不起也就算了，演唱会不去也就算了，现在才200多的专辑你怎么能不买呢？那你们想想看，如果说是按照正常的一个市面价来说的话，那200多块钱他那个专辑质量值得吗？那跟10几块钱的我都嫌贵。你的诈骗口音还在升级的哦，现在开始玩声优这块了哈。对对，那难道不是吗？我是你关键 是他们还是真的觉得哎是我便宜了，然后都说哎呀也就是一餐饭的问题，你少一顿不吃就差不多了，哎呀买起来，你看哥哥都逼着散粉的，逼着那些散粉买呀，你是不是话术一模一样？那要不要听一个我今天比较乌龙的事情？干什么？给你笑会儿。我那个不是申请买那个酸甜吗？酸酸甜甜，然后今天被拒了。为啥？告诉我，是因为我的微博的关注列表里面有土豆，还有那个，还好像还有一个猪皮还点赞过我的微博，然后还关注了一个天涯街市客，就说你这要不就是你下个月再来，你不要连累我。你听我话。不是我跟你讲，到时候就一直到你是5分钟了以后，你这么一讲一直到是你的以后，哇连忙就是说了，我靠那个5分钟是那个土豆家的，还喜欢那个死猪，哇然后一说啊那个阿姐经常跟他连麦，哇这两个蛇鼠一窝，惨了，你看怎么办，我要精神损失费。你我都磕巴了。那个什么，我呢就慌了，是因为我留着那些呢纯粹是为了观察物种的多样性，然后我就叭叭叭开始在那疯狂输出，我说我都没有空取关啊，我留着我就是为了观察呀，我平常都不上微博呀，我一般都是在 B 站啊，我想了想把 B 站也卖了，我在 B 站上一道不得不改名的5分钟啊，然后我其实是线下的，我是 LV 的终极爱好者，然后就开始拍我的包拍我的鞋，为了证明这图不是偷来的，我还举着个那个小橘子，还是不给你买。哎，听着呀，他因为他的审核不是随时在线的，我只能想办法就是一次性输出，我就拍我的，还好今天鞋子是 LV 啊，我拍了个包拍了个鞋，然后还拿着个那个小橘子，就是真哥的那个小橘子，合影，为了证明是我的，然后我又翻啊，对我还有一块 Tiffany 的手表，然后我还有那凯莉安的香水，还都是线下买的，我就说你看我是属于线下消费的哈，我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平常微博都不太玩的，我错了，我再也不延迟，一边辩驳一边心里很苍茫，我就在想对面可能就是个小姑娘，我从来没有这么卑微过，但是我就很想要那两个娃娃，关注就一定有事儿，关注一定会把你拒了，然后我就开始顺着我那个 B 站的动态哈，我就开始往前倒车，我就看我自己干过什么事儿。我还去过小鱼山，你记得吗，阿姐？嗯，我还去过小鱼山呢。然后我还发现，我还给阿爸包过120个快递柜，我把这些都截图了，截图就发过去。我说，我就特别卑微，我说，哎呀。那个你看你们这样审核这么严谨，我也是同意的，我是我自己这个就是有点、就是、你后面上微博去取消了没有啊，你这是不长教了呀，教训你，然后呢那我现在肯定取关了呀，我觉得还有点可惜，是因为平常看着他们还挺好挺有意思的，我就喜欢观察，我就好奇嘛，酸甜都已经发货了不要问了，然后最后我就是特别义正言明的，最后就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大招，我说你看我现实中我还有个工作，我是讲师，我还讲课的，我讲课有一个 PPT 的页数是自我介绍，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好好生活尽如所愿，我把我那个讲师介绍页都给截图了，把脸麻下去就留着最后一行，你看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然后当当当当当，我要买酸甜啊，我要买不起粗憨就买酸甜啊，不行那你另外搞也没有用，来不及啊，没掉落，你们想的美，在我这样一通疯狂输出之后，终于刚才说好的你这边过了，给我虚拟发货了，嘿，哎，你说你这是何必，是不是就是这一下午
很跌宕。不是不是，我也松了口气，为什么？就免得被你连累。你的感情爱会消失哈？也不是说消失的问题啊，那我就不是纯属躺枪嘛，是不是？我到时候一看，不得不改名的五分钟姐。说实在的哦，我之前的时候是对我们俩的知名度是。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那个时候你们老是说我很出名，为什么的五分钟信我？我真的不太相信，因为什么？那人家那些关注度十几万、二十多万的一个粉，我他妈每一次都是，我都说了一万都不过，都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破万的那种关注还上上下下被人家还被人家嫌弃占地方的那种地步的，你们跟我说我红，我是不相信的。后面我发现真是我放个屁别人都知道的那种。所以我就不太怀疑这个了，所以我就想的没理由我放屁人家都知道的那种情况下面，你作为我的爱妃，就没理由你也不出名，是不是？哦，你也肯定出名的。但是我一看不得不改名五分钟，我靠，不是 B 站那个吗？啊，他居然关注阿鹏跟死猪，然后对，哎呦，肯定是说我们两个蛇鼠一窝了。我就想了，我说那你说我喜欢谁都可以，但为什么你如果说是那两个就完全踩到我的爆炸点了，不是雷点，是爆炸点。谁敢说我喜欢他们两个？我真的是恨不得拿刀去跟他面，就是怎么现身啊？就恨不得跟他面线，直接拿刀把他给劈了。对啊，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审核的文字有多么冰冷吗？他说不好意思，这边发现你关注肖战不给复审，然后就给我办退款了。我整个人都惊了，我说哦，我对呀，我好像还关注土豆了呢。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开始砰砰砰往外扔东西，扔到一半我突然发现你发 LV 也没有什么用，因为猪也是代言人是吧，没准这也会起反作用。好的，但是也不能撤回，真的我整个人都慌了。还好我还有 Tiffany 的东西，我很好，还有凯莉安。哎呀，哎，你说这个要是我买东西多难呢哦。对你就更别提了，你连现实商务你都不支持。不是我那个我好像我就真的只买了傅雷斯。哦，为什么因为你看该有的东西你爸没代言之前就有了。啊。你看，你这是你看，像 Tiffany 跟 Tom Ford 这种，就都不花钱都有的那种，我干嘛要买？就是还有那个 Tiffany， 你爸没代言的时候代言的时候就有，然后那个你要知道的，驴我是最不喜欢的，然后跟我也不穿，对呀、啊，有的就那个 Undergo 的那个包我还挺喜欢的，对，还有个我买了，对，还有个更恐怖的就是他拍的杂志，我根本就不需要买。还好我买了杂志了，对，我都是我就想要就是有人送的，所以我不需要买。对，凯莉安现在是罗云熙，懂吗？所以很难受，所以你让我再去，就是如果说是一年前的商务或者是什么类型的，我可能还有；如果说是说现在的那种的话，我肯定买不了东西。那好在我不玩这些。你到时候我说，哎，我是那个 B 站的那个阿姐，然后人家就直接把我拉黑，你信不？行，你就反正你也不喜欢玩，那酸酸甜甜，对，多么可爱。得亏我不喜欢玩，不是哦。说实在的，你要是因为你们五分钟姐，我在被暴雷说我喜欢捧跟死猪的话，我就跟你们五分钟姐拼个你死网红。然后，但是吧，就这日子就是也没法离，对，这日子还没法离，那不是吗？你这要是被攻击别的就算了，是因为他们两个被攻击，你这不是让我们的这个，对啊，这个分崩不，对呀、啊，这不 low 到点了吗？我这嘁哩喀喳一通取关呐，哎，就心塞是吧？嗯，就是凭名字，然后就看我的关注。我本来是还想说个事儿的，刚才跟你一聊这个的时候，我都给忘了。快说，你怎么又来了？没有，是真是脑子一过，然后就是刚才一讲的时候我忘了。哎，不过我跟你讲，我今天在给这只手上指甲的时候，上颜色的时候，我不是有点闪光嘛？哦，
就是我上了一个是那个偏紫色的一个、镭射偏光的一个支架。我上的时候我觉得挺一般的，但是弹幕他们一直在夸好看、嗯、我说有好看吗？也就一般。然后面他们跟我说，姐不要上厚了，你上薄薄一层就可以了。然后面我也听他们上薄薄一层的，但是我上了封层，因为我有点不耐烦，因为跟你讲上纯色，我挑了好几个色了，上了以后我都不满意，然后我很讨厌做纯色，就这样子。因为纯色是最容易做的、嗯、但是是最考验最考验手的那种，所以的话我做款式或者做花样，做什么水晶做什么法式，这种的话我都觉得信手拈来。但是突然间上纯色的时候，我挑了好多，就都不想上，然后我就想上了，就上了这个，他们还夸好看啊，我就说是不是在安慰我呀？还是不是我跟你讲，你信不信我现在上个死黄色，他们都说好看，就是因为看到我在爆照，然后就是为了不让我爆照，应该是看到什么他们都说好看的那种。然后后面他们说好看，哎，我说算了，就这样，我也不想上，就是没耐心。然后就下来以后，你知道吧，就是我跟饺子说，我教他用那个思维导图，教他怎么写小说大纲。然后我就跑回来看开电脑，然后我就无意间在灯光下面看到我的手，我是脱了眼镜的，知道吧？我一看，这什么鬼？对啊，就是这什么鬼？懂吗？就是这什么鬼啊？没忽悠。哇，现在我就一直在看我的手，你知道吗？我边跟你讲话边在看我的手，太美了。而且你要知道，我现在修的甲型是那个小瓜子。小圆小瓜子那种，就是这种甲型要修的好看很难，很难。你看，就像你经常也是修那个小圆的，但是你的美甲师不行。你看我的甲型，你应该都就知道了。这个就是比方形的还难修。对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修的像个小贝壳一样，好好看的。然后我现在突然间就觉得这个颜色好值。我现在看的就一直在看我的手，哇，怎么可以这么好看？就显得我的手好好看呢、啊。懂吗？真的，我对我关键是我他们说好看时，我还埋汰他们了，就有种瞬间就有种对不起他们的感觉。对，是我有眼无珠，对不起各位，还让他们给我选色，什么成功被 CPU 了吧？对，不是，我是真的觉得不一般般，但是回来了是我回来就是不注意看，但是无意间看了以后，哇，我就觉得好香。懂吧？我就是觉得好香。哎，这个人类就逃不过真香定律。嗯。对，我明天找个时间把右手也给上了。嗯。哎呦，阿姐，嗯、如果阿汤小汤一直都不上班，是不是其实有可能就是阿妈直接自己跑到新疆去？你真想知道还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就是我不说了，我其实没有那么的，哎，懂吧？就是那个该分寸感。对对对，就是真想知道还是知道的，就是还是能知道的。为什么他去参加节目了？他去参加节目了，想知道还不容易啊？那个就，嗯，就算了，就是他们开心就好。哎呀，你这话说的，哎，就是现在好像。他们也不太需要小橘子们提供的情绪价值了，就彻底的彼此各自安好了。我们还得习惯这个，哎，也没有吧那种吧。其实我是觉得一开始的时候都大家的一直态度一直都这样子啊，就之前的时候是有也有点不放心你们、嗯，现在突然间发现你们也挺强大的，以后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像之前的时候那种对你们的那种紧张感，就是很放心的那种啊。就之前的时候，就是像那个不想你们的时候，嗯、是真的很担心你们的情绪。然后后面发现，哎，好像还能缺德、嗯、是吧？还能去在那里跳楼，算了，就是，对啊，然后就没有那么担心你们了。就是比我们习惯的要快。不是说实在的哈，你问我这个，还不如问蘑菇。就是我跟你讲，去新疆后，蘑菇绝对会破防的。哈哈，太期待了。对啊，嗯，你们过两天，顶多就明后天了，就可以知道了。不是说 OK， 知道了。对，不是说汤回来，是你妈要去的话，飞机票不用想了，不会是她买的。
那肯定阿爸安排啊。不是，你爸都懒得买，一般都是他安排的。你爸有时候回来的时候的票也是，也有时候连侍女都不是侍女买的，有时候也是关心叫汤买的。嗨，这汤还是他们的总务是吧？以前的时候，以前还汤还在的时候，就是这种事情基本上都是汤做的多啊。哎，别看汤现在是一个小废物啊，是不是？那人家做事也还是可以妥的。那个最近因为又开始复盘一些八月七号汤那个小脸儿又开始刷屏，就是高耸的小颧骨还有磕疯了的表情。不是你知道你们五分钟姐真的很无聊哦，就是汤他放假了以后他一天到晚在惦记汤了以后天天去盘人家，我说他现在去盘花絮或者是盘电视的时候都不是盘你爸妈，是盘人家汤，一天到晚的截那个汤出来，我就说我靠，你这汤在群里面早把你拉黑了，丑成那样子还把人家截出来。那他磕成那个样子都没有表情管理了，我们都没有像他一样能有资格麻木。他离得那么近，天天可以看。你放心，现在这种笑容估计以后不见不，就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见不到了。啊，就剩下白眼了呗。怎么不让大彪哥歇一歇，换小彪哥？新疆的时候估计应该就会换了。你，哎，谁能有幸见着妈咪的红裤衩啊？那只有我们汤马拉姑啊，这种关系都有了，那是真的是什么事情也不能再触动他了吧？哎，你这马屁拍的，哎，可以的。对，我新科点。对，我是汤，我也是一顿爽，一顿爽啊。总要有点新科点，对吧？我觉得你们就是最近的开心不都是蘑菇给你们的吗？蘑菇不开心，阿爸就挺开心。别提了，这个缺德鬼。今天新疆的机场照看到今天新去，他好像是去参加什么，要这里面要辛苦大半个月吧。对啊，要辛苦这么久哦，这个是真的。对啊，是你去正常啊。汤应该是对阿妈的屁股没什么反应吧？他应该是见过很多次这两个人就在屋子里面，老头背心大裤衩这种打扮了，就麻木啊。对啊，就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一开始就是哇哦，现在对啊，就是，而且。臭老爷们儿长得他也是臭老爷们儿，不是女生的那种，就 是, 是 你这但凡把他当个人或是什么类型的，就是可能还会有那种羞耻感或是什么的，就是但凡这两个也没把他当人呢、啊、那你看哦，就是他在的时候或者小彪哥他们在的时候也没把小彪哥跟大彪哥他们当人呢、啊、你当着大小彪哥他们面接吻这种事情也没少干是吧？哦，什么时候把他们当人啦、啊，是不是？那也不管，哎呀，那也不管，就是，对啊，那也不管汤他们在不在哦。起来的时候也是那个裤衩啪啪 啪就直接叫你出来了。那难道他不知道早上的时候汤去买早餐回来吗？他也知道啊。那不也一样穿的裤，穿那个球裤，啪啪啪穿那个拖鞋直接坐，就是刷完牙洗完脸出来以后就坐在那里吃早餐。对啊，那个头发都没梳的那个鬼样子，哪样子没让你们汤马拉姑看到呢？真的是，那还能有什么？就是还能有什么滤镜哦？有，我有，我脑子里面还有脑补的。再给你们加点猛料，你想那疫情在爆发12月份的时候，五个人挤在一个公寓里面，每个人都已经轮过来的发烧那个德行，遗体横飞是不是？然后。对啊，你为什么能指望汤？他对他们这几个人，不光是对你妈，对你爸，他对你爸好得有点怕，是他老爸。你看他对大小彪哥也不把这两个人当人的，那为什么？就是他说他阳了以后的话，这几个人是什么鬼面目，他是看清楚了，懂吗？五分钟，你来讲一下你们汤马拉姑的感受。
你形容的很好。那你们就问这个人平常就是打扮起来有多好看，在家里面长期的就是不太刮胡子，甚至没有必要的话不洗脸，这种事儿也是有的。那疫情的时候真的发烧烧了大概两三天，38-39度了，那肯定也不换衣服呀。而且就是据说哈，疫情还会伴随一些跑肚拉稀的这些症状，那在屋子里面五个人挤在一个屋子，万一再放个屁还有什么滤镜啊？不是那么经过那些之后，就是这四个阳了以后，他一天到晚的要当那个那个懂吗，当美团小手，上上下下的妈的搬那个东西，搬上上下下的，就一天就一两顿就没了那种。跑本来就是他在照顾，是不是他本来他就在照顾这四个吃喝拉撒的，等他阳了以后，或者他只能吃饺子，他都说了这个世界没什么爱了，懂吗，就这样了。对，他说这世界没什么爱，就这样了。就是你爸要是跟不是，主要是你爸跟那个大表哥要是还在家还好，但是他们俩不是去工作了，包了一冰箱的饺子，妈的人家养了一个星多星期，吃了一个多星期的饺子，四个鬼都要吐。哦，对呀，你什么馅儿的饺子也受不了。就关键是你妈也就是说，哎，不要告诉我不太在意，不要告诉我说只要是你爸包的，他吃一年他都觉得无所谓吧。对啊，就那个，你看你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的，这也就算了。特别是去那个去海南，然后就是吃饭也没得选。你妈去赶海了以后，还买那个鱼，好不容易看到鱼了，也没他们份。就他也不明白，他为都买个一两条怎么了吧？他就觉得就觉得哎，就是哎不好，就一拎回来就觉得哎，好像就觉得挺可爱的。然后一看，哇，四五个人吃饭呢，你就买一条鱼，什么意思？那谁敢伸筷子啊？是不是？哦，那谁敢伸筷子啊？你爸不伸筷子，他们敢伸筷子吗？然后那个买那个海带，你要知道啊，海边那个海带的时候都不像我们在那个市场超市里面买，它是一捆，就是一小捆的那种，在那个海那个赶海的时候，它是一捆的那种，等一捆你拿回来以后自己晒自己吃，不是绿豆汤，还不是绿豆海带汤。就是绿豆排骨，就是那个海带，是海带那个海带排骨啊，海带玉米都有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你说实在的，关键还没有选择权，你懂吗？就很像那个形容词是什么形容词呢？就是北方的男孩子喜欢南方女孩子一样，你碰他一下干什么？然后那个你碰北方女孩子干啥呀？是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什么想法都没了，真的，就是你突然间兴致勃勃，就是想跟他啪啪一下那种。哦，你看你一碰他，他转个脸过来，本来就是一张仙女脸，干哈了？就是懂啊，什么都没了，什么欲望都没了，就是现在就是这种。你爸你妈就是那个小仙女，是那小仙女，一拍他，你就是你但凡对他有点滤镜以后，你一拍他，有两个人转过头来一起上，干哈呀？就是什么欲望都没了，干哈？对啊，干哈？就那个，对，懂吗？对啊，就是他一直都有那个美女滤镜啊，但是你顶不住美女在你面前抠脚啊，是不是？你也顶不住美女在你面前放屁啊。这抠脚这事儿可不是我说的，这回是你说的啊。不是啊，我这是形容啊，那你也行，那屁股有的人。对啊，那你也没法子，就是美女在你面前不洗头啊，是不是？不刷牙不洗头那种啊。那你都见过了以后啊，她确实是美女啊，但是你能对她有什么想法吗？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对啊，就你们汤啊、哦、这是他说的，你们汤啊，没有想法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对，你们汤的。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她就是美女啊，是不是？五分钟哦，她就算是她邋遢，她也是美女啊。对啊，就是你们那也没有用。对啊，太近了。对，她就是美女啊，但是她懂吗？她就抠脚，她也是美女。她在你面前放屁，她也是美女。但是你还能有什么想法啊？没有。对啊，所以什么想法？我说的是汤啊，我是有的。对，你们没感受汤以后的话，个个都想成为汤。
对吧？泻木汤、理血汤、成为汤，懂吗？然后汤就是他是被成千上万的实名写，然后他实在不明白你们羡慕什么，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们可以换位一下嘛，让他离远点。对，你们就羡慕一下，然后他不明白你们为什么羡慕，就是那种，然后他就是以前就问他了，哇，在面前不香吗？没有想法，没有什么想法了，懂吗？以前的时候啊，好，我老板娘现在就是那种啊，没有想法了，什么想法都没有了，然后现在一吐槽，哎，我老板娘，就以前啊，我老板娘，现在，哎，我老板娘。懂吧，现在就是哎，我老板娘他都发语音，像对啊，就是发语音呢、啊、哎，我老板娘，就以前呢、啊、就是懂吗，就一两年前，我老板娘就是刚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不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嘛，他刚进群的时候说你妈跟你爸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你爸何德何能，知道不？不是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怕你妈跟你爸分了，就说哎呀我老板娘什么什么的，后面就知道你妈有钱啊或是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刚开始还觉得他们两个还会不会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会不会，毕竟是你妈那个时候你妈不是他老板娘，是他老板娘，但是不是他老板，是不是哦？那左右偏心还是偏自己老板的、嗯、那时候就会觉得会不会有点就是两个人就会不在一起，又觉得会不会又什么什么的，也会觉得你妈会不会有点什么什么的，然后后面知道你妈又有钱，然后又有资源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七七八八的之类，以后他就说你爸配不上了，知道不？然后就说你说我老板再不对老板娘好一点，老板娘跑了以后他上哪哭去，那时候就经常就说哎呀我老板娘，哎呀我老板娘，他现在九六，哎我老板娘。对，好现实哦。对，现在就是哎，我老板娘。对啊，你看他每次上吐槽，哎，我老板娘。去赶海，对吧？你看这个沧桑女婿，哎，我老板娘，最近迷上去赶海了。然后我们就问他，啊，赶什么海？嗯、他了。对，他说怎么？他说天都没亮，爸爸的早上就起床了，也不管我们死活。那个门在那开的棒棒响，就直接出去了。他就直接出去了，这也就算了。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大捆海带。我老板居然说的很贤惠，对，就说好不容易来了个阿姨，还以为能吃上顿好的，就是只过来的时候，我老板不忙的时候还能吃顿好的，我老板忙了以后的话，外卖还不能偷点，他说外卖还不能偷点，还要跟着我老板娘一起吃饭，好不容易来了个阿姨，还以为能改善一下伙食，没想到天天都是徜徉在海带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没有爱了，对，这个世界没有爱了，对，懂吗？他就说这个世界没有爱了，他说然后出神了，还有想法不？没有想法，突然就很激动了，没有想法了，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对，突然就很激动了，懂吗？嗯，对啊，他突然就很激动，没有想法了，没有任何想法了，是吧？然后穿的那个鞋穿窿了，哎呦我老板娘啊，哎呦我老板娘啊，今天又干了事儿了。然后就问他干什么，脚穿，就是他说鞋穿脚了，什么叫鞋穿脚啊？然后就解释了一通，然后真真就来一句、啊、不就鞋穿窿了嘛，然后他就说那是你们两广的说法，这么讲谁知道呢？然后后面书生他们说我们都知道，然后他就不想说话，你们就说你们这帮人一点都不好玩，书生又说他你脾气见长哈，要你管，然后就没了，人又不见了。但现在真的好喜欢那个魔法仙女那个表情包，就是那个王子啊，要你管那个表情包，真的超爱，每次发上来说你发一个我不存呢，等一下我看看。你发一个，来，我不存哪套？等一下，你发一个。哎，汤是哪儿的口音？等一下，我找一下魔法仙女。我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找一下他之前的那个聊天记录。汤什么？你说什么？他是什么口音？他哪里人呢、啊？湖南的。啊，那湖南有的时候那个口音就是那个齿音字挺好玩的。
等下我看一下那个要你管的那个，看到我看到了，嗯。噔噔噔！哎，你别翻，你直接问他要一个。你说我发你了呀，给我发一个要你管啊！哎呀，别闹，别闹！哎呀，我发你了呀！嗯，好傲娇，这是游乐王子。对，那个魔仙堡的那个，要你管，要你管那个。对呀、啊，然后后面就说他哇，就说我是说他嘛哇，最近脾气渐长哦，他就是人就不见了，你知道我就每次被苏婶一找他想算账的时候，他人就溜得无影无踪。他下次出来的时候，大家气又消过来。对啊，最近就说他哇，你现在咖位咔咔咔的上来了哦。让你五分钟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咋转那些表情包成图片。我搞一下。你搜一下那药你管他都有。他好爱魔仙堡的那个表情包的。那个动画片有毒的。就真人版动画片是吧，巴拉巴拉小魔仙。而且那里面。那个演那个黑魔仙的那个姑娘好像还去世了。啊，这么老了吗？他是生病了，你不是是病，病了，病。哎，你五分钟姐又掉了，他那个网真的是。哎，我们今天晚上就聊到11点多了，明天晚上还要播、啊。哎，那我一说，我他妈的要职权签了我。五分钟你又掉了，你网不好哈，不是我网问题啊，这显示你那边网络有问题，网络异常就掉了。天地良心哈，我这里显示的是说是你的网络异常掉了。你看我点了一个链，就是点了以后他还是不行，他那边。阿姐不说俊子的资源料哦，我不说啊，我首先啊，我不管你们是新来的。哎呀，五分钟你这个网。我首先我不管你们是新来的还是以前就是怎样的，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爸，因为我那个，哎来了哈，又掉了你，就是怎么说呢？我说很多说很多你妈关于你妈的事情，是因为你妈没有公开行程，懂吗？你妈没有公开行程。哎，你等一下，我上一下微信。哎呀，你要不上，你要么直接上微信算了，我都服了你了。啊，你等一下，我去微信找你。贵妃，你等一下啊，来接我语音。你那就网就有问题。没有，我刚才退出去发动态了，不是，他们不是想看那个。对，就一直你这连续弹了十几条，就是你连接了以后退出去，连接又掉，连接又掉那种。不是，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不？我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观众，他其实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不太讲你爸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现在在大家视野里面，我聊很多，我并就是他们之间我聊你妈更多，很大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偏心，是因为你妈现在就是没有活跃在大家面前。我都说过了，如果说你妈现在活跃在大家面前的话，我连直播我都懒得直播。懂不？就是你们自可以自己磕的那种，都不需要我直播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经常提是因为他没有在大家视野面前，等他回来了以后的话，或者出现在大家视野面前以后，我就不会再提那么多了。我不提你爸的很大一个原因是，首先书生这种东西很恐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我说了未必好，懂吧？就是因为有些影视资源也好，或者是一些杂志啊，或者是一些商务这些东西，就是非官宣不约，懂吗？非官宣不约，因为太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而且不太好。人家没官宣之前的时候，我说这些很没礼貌的，好吗？有人家主办方或者是人家杂志方那边都没有跟我说要我透露这个消息或是怎么的，我爸爸就说了，我一点职业感都没有，我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知道不？所以我基本上很少问你爸的行程，或者就很少关注你爸的一个行程的问题。你说真是想要去问的时候能不知道吗？也知道的，就是没有必要。因为他出现在哪里你们是知道的。哎，你不要告诉我说你连语音都掉了啊。没有没有，在呢。对。是不是？你看我跟五分钟直播这么久了，一般都很少。他们我们在群里面，你们问五分钟就知道了。我基本上在群里面也不会说你爸，也不会过问你爸的行程。不是说不说你爸，你爸的我也经常聊，但是不会说你爸的一些事情，也不会说行程。就同步一下绿豆汤的吐槽，没别的了。对，我基本上也很少在群里面聊天，和吐槽一些事情都会说。我只有吐槽的时候才会出现。任何事情，对任何事情，我只有吐槽的时候才出现。我之前吐槽的时候，吐槽那人间烟火，我就会出来。然后吐槽一些明星什么类型，那些那个是谁谁谁，我吐槽一下，我就会出来。对，是这样子的。而且他很冷漠，我想跟他聊聊那个嗨六，他都不看。嗯，对啊，像我这种话早被抬了，是不是？反正我也不怕被抬。他说：“哎，你怎么可以不去看嗨六了？我爸的综艺，哎。”这有啥好看的？对，好玩，好玩，好玩啊！是啊，我就想着就有啥好看的？我，哎，我看你爸大年咖不行吗？他个房吧，你想他谁的呀？嗯，我在我直播间这里，就是侥幸存活下来的还有多少个哦？你们可放过这些人吧？哎，真的是，再说下去这个内娱就没人啦，是不是？五分钟哦，你看在我们这里死掉的就是何其居多。你们真的很想让他死掉的那两个人呐，用阿姐那种奶法是不行，因为阿姐不想夸他们。对，夸不了，夸不了。但我现在只看咖那个嗨六，我是看咖，我没有看完整的。那看能看咖，我为什么要看完整的？真的是也关键是也不好玩呢、啊。嗯，我跟你讲，就我也不怕被你们骂哈，真的，我看你爸他们那一期，我还比较愿意花时间看杨洋跟那个许沁他们那一期，为什么？因为看的时候真的是职场生涯的笑死。懂吗？他们不觉得好笑，我觉得很好笑，这尬就是很好笑，知道吧？不是普拉达的代言嘛？我就觉得是人类都不要靠近普拉达，真的是不明白这个牌子真的简直有毒，是不是上辈子被人诅咒了？谁呀？新代言？普拉达、啊？我不懂，不知道，我现在都不看。哦，而且土豆的资源是不是变差的？是很早就已经开始变差啊，他只是说换了那个。对啊，就换了那个躺，换了那个站的那个以后的话，就各方面都在降级啊。他现在这播出的这些好多都是以前积压的。你是人爸爸，还有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你们不要再老是想着他那个阿鹏的资源是不是变差了？那返场也没有声音啊，也没见你们问。嗯，是吧？那死猪现在起码还有电影拍，那返场现在电视也没有，电影也没，电影也没有，然后也没见他唱歌跳舞。他去又去拍电影，拍的什么？不知道哎。酸菜，我这辈子就没有想过要花多一分精力去关注酸菜，或者是那个阿平他们这种。
什么房产是不是有电影，哎，你管他嘞，反正我跟你讲，想都不用想，一定扑，懂不懂？就是王一博这三个字代表了扑街，懂吗？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哈，嗯，就是选择他去做男主的很大的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在 Bridge。五分钟这种话能说吗？说出来就说出来喽。对啊，是我喝多了吗？也没有啊，现在卖都快十，就已经十一点多了，我感觉我要疯了。对，又开始到了神志不清的时候了。吧，走吧，散了吧。对，就想着明天晚上还来吗？你呀，看呗。看吧，就是你有心情就来呗。有空肯定是有空，就是看看情况吧。我那个得抽点时间码码字啊。啊，对啊，我最近打算自己出，所以就要抽点时间码下。四个字的家族怎么了？很早之前就已经被在被查了呀。就是这些，啊，那不然四个字的家。那不然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基本上都不怎么出现的一个原因，那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我觉得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小提懂吗？那个小提什么家来着，五分钟，嗯，就是他不是说我们是做题家，小程做题吗，嗯，就是因为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很感谢他粉，他应该会很感谢他粉丝。对啊，他粉丝以一己之力把那个文学圈里面就是一些就是墨守成规的东西彻底打翻，然后又以一己之力把他们家建立起来的对啊意识王朝一手推翻。嗯，那肯定厉害啊，真的讲那之前的时候不想动手吗？只是还没有个回过头，或者是没有个缘由。是不是啊？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这个四字它面向的变化是它没有自在了。那些家里面很疲惫啊，他很当然很疲惫啊，全那个就是那个最上面的那个他们家最上面那个以后的话，那我跟你讲啊，旁系血亲三代以内的都要被查。嗯，那你就觉得又有几个是无辜的呢？关键是如果说是查了以后他的三代旁系血亲里面有人有问题，他那个亲戚的他那个旁系血亲的三代以内的再三代以内的时候全你看是不是整个家族了，是不是，嗯，是不是整个家族了，那你又觉得谁他们家有谁轻松呢？他们三个都变了没有，我一直都觉得我就最可惜里面最可惜的是王源。嗯，三个字的话最像，是不是最像，我就可惜的是王源，这小孩如果说再看不明白的话他这辈子就没了。那他能怎么样呢？好好的戒烟戒酒，好好的去找个声乐老师，你本来就是在伯克利，去学一下科学发音，去学一下那个美声乐，把那个喉咙给声，把那个嗓给练下练出来，在伯克利那边呢，好好学作曲，好好学编曲，因为你身边是不是你身边全部都是大佬，你再不争气，大佬也会恨铁不成钢的。他演个屁戏，他有什么演技啊？真的是伯克利出来的不搞音乐去演戏，他去死算了。哎，嗯，是不是五分钟啊？啊，两个字的说他去演戏，他演戏有什么前途啊？他不想说他，要啥没啥的，没有那个底子就别想那个主意。对啊，长得又不是那种就是爱豆那种类型的，长大以后长得也不是那种特别好看的啊，也没那种1.8米的那种身高，那种腹肌型的。你好歹你想吃是吃流量那口饭的话，你好歹有龚俊这张脸吧，你也得龚俊这种身材吧，你也没有啊。现在你在龚俊身面前也像个小孩一样。那你现在好不容易就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粉丝基础源这么大，你又考去了那个伯克利，你本身就冲的是去音乐学徒音乐这条路的，
那谁在给你做音乐指引？常石磊他们这些人在给你做音乐指引的。你不好好的在伯克利那边去学美声，好好把那个声，好好把嗓音给练回来，把那个烟跟酒给戒了。你看现在抬手都是烟，张嘴就是酒，你这个嗓音不坏，谁坏？还是在发育期的时候，公鸭嗓的时候去干这种事，你那嗓音能好吗？嗯，是不是？他那嗓音能好哪去？在小孩子在长大的那个时候去那个叫变声的时候，烟酒不忌的，那你想那个嗓音能好到哪去？是不是？我们叫花语吸烟呢、啊？但是你看我们叫花是像他这样子吗？是不是？所以你看、哦、你看这种就不是被繁华迷住了眼嘛，都没想清楚自己做什么嘛，好不容易去伯克利了，就好好学一下乐，好好学一门乐器。好好学一门乐器回来，拉个小提琴也好，弹个钢琴也好，好歹也能背书一个音乐王子，是不是？哦，五分钟啊，长大以后还能背书个音乐王子，然后好好去学做音乐。你看又有常石磊他们这种大佬，是不是？还有好多那些真的，他我跟你讲，他认识的圈内的大佬，在那个亚东他们这些人，关键是跟他关系都很好的，就是这种。你要去学回来以后的话，你跟着这帮人混，你在音乐这条路上你能有什么障碍？三个字啊，少惹点结节了，我真的不想说话他。还问我三个字，我说就那样了，有什么办法？少睡点姐姐就 OK 了。不过我有时候我也觉得杨幂真的是也真的够能，也够狠的，也能下得去口。你看着不像自己小儿子吗、嗯？真的是。我听过一个说法，他是需要去，哎，算了，不说了。他需要。真的是不要，你要是面向那种东西，你就不用讲了。嗯，不用讲了，就人家身边大事多的是，就像死土豆，身边就有啊。不过，我就跟你讲啊，他身边那个人，早晚不得好死，老在头晕。你当还当谁不知道呢？全世界都知道。哎。你说要是像魏大勋那种的话，那也无所谓，是不是？人家姐姐就好这口，关键是人家有貌有身材，是不是？有情商这个类型的，哎，我也不明白我怎么下得去口的。嗯，嗯，这个可能还是就是什么驴配什么磨，就是如果你的走不到一块去的话。一万次回头你也换不来一次，一个巴掌他也拍不响吼，真的。对，那一个巴掌他也啪啪啪的能响吗？那不是两掌鼓两个人啪啪啪的时候他才响。就这大数据太厉害了，我跟你说这话呀，我面前的 pad 开着微博，他就给我推送。他们跟我说，他说哎没听懂土豆的，我跟你讲土豆的，你去问虾姐，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还有吗？不想说话。关键这些也是心甘情愿的，有什么办法啊？我五分钟哦，嗯、这种有时候这种东西，你要是不自愿的时候是抢不过来的哦。嗯。你心甘情愿的时候，你心甘情愿的时候的话，夺这种东西可容易了。什么贵圈太乱了？哎，有事没事，赚钱容易，出来难。什么？哎呀，嗯、没明白我说什么就拉倒好不好？真的是，就是、现在我搞别搞别别别别搞得我像现在像喝酒一样。他们还在问到，他们到现在还在问土豆到底是跟的是男人还是女的，他都不明白什么叫躺，什么叫站。哎，真的是不跟他们吃瓜了，溜了走了，拜拜。好吧，你明天来不来就告诉我。嗯，对，看情况。OK。啊，他说我、他问皮老师呢，那皮老师那皮老师那面相，你哎，你中五分钟就有发言权。我跟你讲，他唯一让我觉得有底线的东西就是他不吸他粉丝，懂吗？这是唯一他有底线的东西。这不什么？就是别人就别就是下盆，他不会顾他那些人的那些死活。就死猪在我这里唯一一个可以做的是人的地方，就是他没干这种事儿，但是他自己牺牲了他很多那些面向的东西，其实你们没发现吗？他人都快被吸干了。嗯，这种东西是要对等的，
这个是唯一一个，就是我虽然骂他，但是我不会说是什么怎么的那个地方，懂吧？我不会说是，就是我只能说报应就报应吧。我但是我不会说哎，你可以去死的那种，我不会是那种。哎，临了的时候开个车吧。嗯，开什么车？这是我今天白天的时候那个想的事儿，就是他们不是发了一张原来阿妈打高尔夫。就是一张比较近景的没有滤镜的照片吗？嗯，他穿的那个就是球服那个裤子呀，嗯，就有点紧，然后某些地方就看着哎还挺突出的，一身白的那个挺好看的。嗯，后来我就跟一个小橘子聊天，我说你看他跟我一样就是感慨呀好大呀。不是我跟你讲哦，我超喜欢你妈一张图，就是她打高尔夫那个穿了一身黑色的裤子，穿了一条黑色裤子，然后就是她那个头发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杀青不久吧，是那个扎了小辫的那个、啊、别人还以为是女孩子的那个照片，我第一次发现、啊、女对对对，后面我才留意到，虽然我说实在的，你妈的那个身材比杨洋好的很大一个部分原因，她不是五五分的身材，你妈是属于那种是六四分的身材，但是他也不是属于像你爸那种三七的三七身材，三七身材就标准的九头嘛，哦，标准的九头。嗯、你妈她不是五五，但是她是属又是那种六四型的，就是有腰有腿，她就不像那个养羊那种像那种倒五五或者是那种六四的那种，对，那种就极丑。但是你妈那种的话，她就刚好就是六四的那种，这个身材就刚好。但是我以前因为她，我经常看到的就是她穿那个球裤啪啪啪的那种。就很少留意他穿别的，然后他去拍那些杂志类型的时候，一般也不会看到他那种直的那种。后面我才发现他腿真的好直哦，嗯、哇，这个人就是很会长，这个对就好会长，你知道吗？屁股大，但是不会像那个杨洋那种有那种下坠感哦，他是挺翘，他属于挺翘，然后他有腰线，对，他有腰线，对，他那个腰窝绝了，对。但凡他那个腿再短一点点的话，他就那个屁股就是跟杨洋那种灾难型的。然后刚好他腿又长得长，他腿长长也就算了，关键是这个腿很直，腿直就算了，他脚踝很细，他脚很小，对，他脚很小，对。对对，他脚很小，然后上来吧，你又说如果说是上面或者再小一点的话就可能有点娘，但不是，他上面是倒三角身材。嗯，对，他上面是倒三角，不是倒三角，他又不是很壮，就是他很精致，他是三角肩那种，但是他又不是壮的那种，他又不是壮，因为他只是腰，他的腰细嘛，他就不会显得他的那个胳膊什么。他你妈浑身上下有一个缺点，就是他脖子不够长。嗯嗯，对，他浑身上下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的脖子不够长。但凡他的脖子再细一点、长一点哦，这个也跟他运动有关，真的，这是小嗯，就是常年运动的一个关系。那他如果说是后期，他不是做那种大量运动型的，他是像你爸去撸铁的那种的话，他脖子不会是这个样子，就是以前不懂珍惜。你妈把唯一就是你妈把就是把完美的机会给练没了，就是懂吗？练没了。就是他那个脖子，就是长期那个爆裂运动，然后对不珍惜的时候那个这样子。但是说实在的，要是他那个脖子再细一点，然后长嘛哦，就是像以前那样子，他就不会是那个。你看他小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他那个脖子真的很漂亮，但是耐不住他运动，懂吗？他耐不住他运动。他打球啊，他打球那个胳膊一上来以后，他是会导致那个脖子的那个曲线，那里会练肌肉的，知道不？你要看他小时候的照片，你就知道，其实他脖子很细的。如果说是他那个时候练的时候，他是撸铁的那种类型时候啊，他的脖子就是那种细长型，再配上他那张脸，啊，他现在已经算是鸡中天菜了，鸡圈天菜了。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的话，就是极品，嗯。对，真的极品。我车还没开完，这还有啥好开的？你我没说吧？那不是对啊，我是说这个样子就你我这样子说已经是开过一轮了。那不然你为啥你爸就是就那么愿意就很快就是这个是不是？你听我说呀，我这不还有吐槽吗？我说哎呀，就是两个人都挺势均力敌的哈，可惜阿妈这就闲置了。
就不怎么用了呀，就几乎没得用了。最后等到老了的时候，两个人泡澡，阿妈还是粉嘟嘟，阿爸都已经黑到发紫了。你是想说哪个地方？哦，那个就是两个红豆还是？不是啊。哦哦哦，你是说膀胱是吧？嗯，不是，你这个角度也不会啊。那按道理说，如果说是就是想要双重那个是不是 double feel 的话，那不是要不一样手啊，上下浮动啊，那还是不一样。不是说一不一样的问题，但是也会加深就对了。因为如果说是只是就是常也不怎么动的一个情况下，才会是属于那种小粉嫩。但是如果说是她老公经常抓的话，就经常抓的话，也是会有那个下来的，但只是不会像被夹的那种。嗯，这倒是。对，你看还是会，但是不会讲。对，行吧。他说还有嘴，我觉得嘴是有，但是我觉得手更多。嗯，听不懂就好，是吧？哦，然后没啥的了，没啥。我来的晚，我一来他就不想下，那不很正常。对呀，他来的不正常吗？不是，主要是他们平时也不习惯我今天来，我只是说今天我来给自己上个色，然后他们一个加班，一个去练身去了。你如果说是星期三，他们两个都有时间准备的，都没习惯我周二来。开个车，美美的去睡觉。不是你们明天不要上班吗？那个一堆人都走了，拜拜拜拜，走了。嗯，走，祝你们梦到二叔和二舅，拜拜。不是你这梦也太毒了，拜拜。太费体力了。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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